什么是焦距？焦距也称焦长，是光学系统中衡量光的聚集或发散的度量方式，指从透镜中心到光聚集之焦点的距离，也是照相机中从镜片光学中心到底片 CCD 或 CMOS 等成像平面的距离。具有短焦距的光学系统比长焦距的光学系统有更加聚集光的能力。当然，对于摄影机或放映机，金属筒容纳的一组两边或一组有弧度的透镜组成一个综合镜头，从物体不同部分射出的光线通过镜头之后聚焦在底片的一个点上，使影像具有清晰的轮廓与真实的质感，这个点就叫焦点。所谓焦距，正是从镜头之镜片中间点到光线能清晰聚焦的那一点之间的距离。